开始啊，得啊，好 ，OK 先生，睇住前方呢度啊，嗯，35厘米，嗯，而家咧睇下视老花，视盲老花，而家你睇下啊，而家呢个第一排，清晰，第二排，清晰，清晰。第四排咧都算清晰嘅，都算清晰，可能比較吃力少少咯。少少啫，但我睇到嘅，係啦。Okay, 我可以讀俾你聽，左邊開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家兄弟。我们是一条介绍关于湾区生活或者旅游的频道，包括楼宇、吃喝玩乐等等。假如你看完都觉得内容是不错的，欢迎你点赞或者订阅我们，又或者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对这类资讯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好，终于到阿 Tom 今次就想帮自己验一验老化，因为呢大概这个年纪左右，身边都开始听到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仔们可能都已经受到少少老花的困扰。到底有少少的老花需不需要戴眼镜等等呢？其实大家如果想了解清楚的，都可以听今次的视光师专业的意见的。咁我自己到底有冇验到老花等等呢？咁一阵咧，我哋呢条影片里边咧就会为大家讲解一下噶啦。另外咧，今次想讲翻喺东门嘅中威眼镜城呢一度啊，有一间本身系最旺嘅店铺咧，佢就由4楼搬咗上5楼嘅，所以今次亦都话俾大家知呢一间店铺嘅位置喺边啦。因为我知道咧，差唔多最多熟客嘅咧就系呢一间嘅店铺啦。为免大家咧揾唔翻啊，所以我哋特登咧受店家邀请就拍摄呢条影片，话俾大家知点样嚟翻呢一间优视眼镜啊，联络翻佢哋专业嘅视光师啊，同埋服务非常之好嘅小华啊。咁假如咧你系未嚟过呢间店铺，唔系佢嘅熟客，亦都冇睇我哋上一条影片，唔知道边位系小华嘅话咧，咁今次咧就可以透过呢条影片认识一下呢一度嘅美女销售员小华啦。佢有非常之多嘅熟客嘅。上次咧我哋去到佢旧嘅店铺嘅时候咧，哇，好多啲长者们咧都一定要冲住佢咧，特登揾佢嚟讲解。所以我哋觉得咧，佢应该系深得一班熟。我更加事不宜迟啦，我先教大家咧点样嚟呢一个中威广场、中威眼镜城先啦。因为上次嘅影片咧就未系好详细咁教大家点嚟嘅。是老街站 A 出口啦，咁呢条咧百达商场，不过我哋咧可以唔使百达商场出，百达商场都出到嚟地面嘅。我哋呢条路咧就 A 出口，百达商场嘅另外一个出口位嚟嘅，都方便。咁上咗嚟咧，你会见到有呢一个六合里啊，唔系八合里，六合里嘅潮汕牛肉火锅啦。咁你沿翻呢条路。前面呢度啦，原味润园行咗去右手边个方向咧，就已经可以望到中威嗰个眼镜城啦，即系中威广场。啊，呢度直去就已经系啦，中威眼镜城3、4、5、6楼，行到嚟呢一个中威眼镜城嘅门口位置啦。咁咧。呢度咧就系街铺位嚟嘅，咁主要嗰个入口咧上电梯咧就喺呢个方向，咁认住呢度啦，佢嗰个东门丁美食街啦，上次我哋挑战嗰个30分火锅人呢个位咧，就系呢度。好啦，咁咧而家上5楼咧系唔需要坐呢个电梯啊，前少少又有升降机搭噶啦。收四五六楼，嗱呢度。品牌嘅片镜框，价格优惠，蓝色收尾。嗱，按5楼出咗嚟之后咧，就向右手边，右手边转出嚟之后，都系右手边。我呢间转角嘅店铺咧，就系现时嘅优视眼镜啦。顺便咧教埋你，如果电梯上嚟嘅话咧，喺4楼就要转一转一个电梯嘅方向嘅，话俾大家知要点行啦。嚟到4楼，咁咧就呢度上5楼。呢度就逐步嚟到呢个店。嗱，顺便讲声啦，就算现时4楼有一间名字相近嘅店铺咧，并唔系本身佢哋小华经营紧嘅悦优视眼镜嚟噶，大家要认清啦。嚟之后咧，右手边转翻去后面，系啦，咁呢个位置咧就系优视眼镜啦。
上次都讲过啦，优视眼镜呢度咧，佢有好多换味嘅款式嘅，好似呢啲圆氹朵又比较特别啲嗰啲咧，其实我喺其他店铺咧就好少见嘅。如果咧你已经有唔止一两副，或者甚至乎唔止两三副眼镜，但系你再配眼镜系为咗一啲特色啊，又或者系用嚟衬下装饰下，又或者咧突出下自己眼镜嗰个嘅设计啊等等嘅人士咧，都可以嚟呢度揾一揾有冇一啲另类嘅眼镜咧系适合你啊。另外咧想讲翻今次咧，我除咗自己配之外咧，我亦都咧带咗一副我拍档嘅眼镜咧，系过到嚟直接用眼镜去配翻同一个度数。咁款式方面咧，佢想拣翻啲同款就 OK 啦，因为咧佢旧嗰副眼镜咧，无论系镜框又或者镜片咧，都开始有啲旧啦、花咗啊等等啦，所以咧纯粹想配一副差唔多款式新嘅眼镜就 OK 啦。贵同埋，佢系钛金属。钛金属，算系佢有个红色。呢個紅色嚟嘅，有個顏色，因為其實有少少運動嘅，還有一個咧係半框的。哦，佢係一樣款嘅，就色唔同。色唔同，呢、這個就係半框嘅嚇。嗯。半框都幾得意，好似藍色好睇啲。嗯，藍色好睇啲。係啊，藍色好睇啲。你未試啊？呢個。我想問咧，其實現在你們是否已經可以做到呢？這些都可以換到做那個即是鈣金屬的，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即是如果落明說明的話就可以，即是它現在呢，就算你這個款呢它是膠啦這樣，但因為你會怕那個可能綠鏽啊等等，其實他們現在已經做到呢，是你想要求的話可以換回那個鈣金屬那些，那就不用怕綠鏽，即是我上次配這副，就算它本身是沒有的呢，都可以加上Titanium的。第一眼感覺幾重要，所以依個都幾啱我。係啊，呢個係磨砂色都幾靚，係啊，幾靚。磨砂藍色。其實我自己就很快已經揀到深邃嘅眼鏡啦。咁另外一個任務咧，就要睇下小華咧點樣幫我哋嘅拍檔手啦。咁咧，我有成員咧就都想配嘅，但就依段時間上唔到嚟，就叫我幫手咧就攞翻呢個嘅度數，係啦。咁同埋咧個款咧都可能真係要你幫手啦。個款咧佢都想揾翻個類似嘅款，係啦。但因為咧佢呢個眼鏡比較舊啦，佢覺得個鏡片等等咧都可能有少少冇咁清晰啊，係啦，有機會可能輕微花咗啊等等啦。係咁麻煩你幫手啊，即係度數就配翻呢個，跟住個款都大概接近得噶啦。冇問題，我而家幫你揾。好，唔該曬。唔使客氣。這個都有少少似，都似啊。嗯，係啊，呢個啊，呢個款，啲色都係比較類似。嗯，都好似啊，係。不過都可以，如果有其他色都得嘅喎，我相信係啊。我到時影張相問下佢，即係會唔會換咗顏色啊咁樣。OK， 啲色哦。嗯。啲色都 OK。呢個幾靚。嗯。好，呢色係有些特別啲嘅顏色，我覺得幾特別。好啊，好。係啦，咁呢度咧嘅。美女店員小華咧，佢就幫我哋嘅成員揀咗幾副鏡嘅，咁都款式係似，不過咧色澤啊等等咧有啲唔同嘅，咁同埋有啲係個鏡框位會粗啲或者淺色，粗啲或者幼啲咯。最頂嗰副就係我哋成員嘅圓眼鏡嚟㗎啦，咁小華咧幫佢揀咗一啲類似，不過可能會唔同顏色，同埋啲邊框有啲唔同嘅款式啊，咁大家可以睇睇啦，都真係幾類似嘅。嗱，經過咧佢睇我哋拍攝俾佢嘅相片挑選之後咧，最後就揀剩呢兩副嘅。咁由於咧成員本身嗰副就金金地嘅，所以咧佢就想揀翻副銀色，亦即係右邊嗰副啊，其實都帶有少少綠邊嘅。我亦都咧係做咗佢 model 啦，幫佢戴一戴咧，影翻張相俾佢睇下個感覺係點啦。嗱，咁佢呢度咧都有好多款式嘅太陽鏡，有興趣咧配啲近視嘅太陽鏡咧都可以嚟呢度睇睇。咁喺正式開始驗眼前，小華咧都有啲嘢想呼籲一下嘅。小華，我知道咧，其實你哋而家由四樓正式搬咗上嚟五樓，而上次咧我都見咧，本身啊，我哋未嚟拍攝啊，你都好多客人嘅，咁我相信你哋好多舊客户啦。咁啱今日都見到咧，你哋有舊客户帶咗新客户過嚟。咁即係咪要想呼籲一下，即係可能一啲觀眾們啊，或者啲舊客户咧，你哋而家係已經正式咧係由四樓搬咗上嚟咁樣。而家係搬咗就五樓啦嚇，四樓嗰間而家唔係啦。如果咧有樓顧客睇到咧，要上五樓揾我嚇。係啊，咁因為始終其實眼鏡店咧係服務啦，同埋佢啲貨品嘅整體質量咧係最緊要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上次都係好 buy 啊小華嗰個整體服務同埋專業嘅。咁如果觀眾們你係之前可能嚟過呢個店鋪嘅話，咁如果你係即係需要嘅，係想揾翻小華或者揾翻呢度嘅店員嘅話，記得上嚟五樓啦。近嘢冇問題嘅。
咁但係咧都安全起見都想驗一驗老化，得係啦，因為身邊有啲朋友咧，其實可能年紀同我差唔多，都開始有機會要戴嗰啲漸進鏡啊之類啦，係啦，咁啊我驗埋啦，好唔好 ？OK， 得，冇問題啊。反而近視我相信就變化唔大嘅。OK， 得，先高少少。都是400多，我幫你重新 check 下睇下有冇改變。好，可以睇到嘅，係啦。第二排咧，第二行都可以嘅，有有啲細，真係第二行。有啲細係咪？有啲勉強啦，係咪？第一個咧，揾邊個方向？左手邊開始，右手邊啊？左手邊開始。左手邊應該係右邊。第二個咧？上邊。第三個咧？左邊。第四個咧？右邊。第五個？下邊。第六個？由於近視都是偏向一些基本的，所以我這裡不花太多時間去講解近視的部分。反正呢，最後的結論就是視光師認為呢，其實我用回原先的度數呢，雖然不是最精準，但他覺得是應該 OK 的。再加上如果你本身有幾副眼鏡替換，而其中一款的度數呢是不一樣的話，反而容易不好，尤其是夜晚可能會差一點。沒錯沒錯，其實這個度數的話是都是撳低了一點，因為一般這個唔知驗秒型驗光棚驗出嚟話，度數都會偏高少少，都要撳低少少俾你低。其實呢個度數 OK。其實係咪準得滯或者咩咧，反而會容易暈？準得滯或者大多數人都係咁樣，大多數人準得滯。因為咧，我有一副就係、是、我唔知咩原因啦，就係、是、好容易暈。我有一副就係得嗰副係咁啫，其他啲都冇事。可能視老化，係啊，視老化，視埋老化。而家你睇下啊，而家呢個第一排清晰，第二排清晰。第四排咧都算清晰嘅，都算清晰，可能比較吃力少少咯。少少啫，但我睇到嘅。O、okay, K， 我可以讀俾你聽。左邊開始。因為我睇唔到啊，我只能靠你自己可唔可以睇到？好啊，睇到啊，睇到啊。你試底㗎啊。啊。而家有冇變化？唔覺有變化。同埋呢個。係啦，唔覺有變化。冇咩變化。而家依個就稍為再清啲。再清啲。係啦，但係其實三個我都係睇到嘅。即最下嗰、那個，係啦係啦，睇到嘅睇到嘅。咁樣咧，而家都睇到，都睇到，但冇頭先咁清嘅，冇頭先咁清，呢、這個會清啲，呢、這個最清啲啦，係咪？係啦。OK， 得先生，好嘢。嗯，老花冇乜，好輕微，好輕微，好微，因為而家接近四十歲嘅話，開始初初都有少少，都係正常。除非你係拉得好近睇，唔拉得好近睇嘅話，基本上唔算。好啊，好啊，咁啊，俾你知得個知字啦，都好。得個知字唔算噶啦。好啊，因為基本上都係四十歲左右開始有，都係正常。好啊，我俾你試下呢個度數啊。咁另外最後咧就係配鏡方面好重要嘅一部分啦，就係焦距、瞳距等等必須要 check 清楚嘅，因為你副眼鏡邊一個位應該係放係最準確嗰個嘅視點咧，係非常之緊要啊。OK 嘅，而家我係冇開燈啊。好，我依個距離。OK， 得。係啊，冇問題。35厘米一尺嘅距離。而家呢啲嘅話，全部都可以分到嘅。分到，好清晰。唔算有老化。嗯。你近啲啲睇。哦，近啲。呢個距離咧。都冇問題啊。都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冇老化，你唔需要擔心。嗯，好啊。過多。過多幾年先再 check 啦，五年左右，三四年、四五年左右啦，可能好嘅，得個資質咯，得個資質咯，係啦，你哋有呢個服務又安心啲。係度數嘅話，其實係冇變嘅啊。嗯，揀翻之前嘅度數就 OK 啦啊。嗯，好啊，我寫埋嗰個度數先。好，你可以除低啦，先生，應該冇咩變嘅話就唔需要。我望下有冇暈咩？好唔好啊 ？OK， 得，好暈。嗯 ，OK。都是清的。好，两个人都分别揀了自己的心头好之后，就开始由小华那边讲解一下到底配哪类的镜片会比较好一点。小华，那我现在我自己就揀了这一副啦。你讲就300多元，是不是？是是。跟着这一副就是我们成员的，他就没来到，他就纯粹拿了个眼镜，就叫我帮他揀了这个类似的款这样。是啦，咁有冇啲譬如話鏡片上嘅資訊啊，想講解一下俾我哋觀眾知道？ Okay， 我可以介紹下鏡片，因為你呢、這個咧係度數係300多度嘅咧，你可以配個薄啲嘅，可以配個超薄嘅，然後鏡片咧原價係呢、這個，而家咧有優惠，鏡片打橫折係呢個，你加埋個鏡架，咁樣而家嘅活動你就明白。total 咧，加埋呢個超薄咧，就可以呢個價都可以配到啦。O、okay， K， 即係呢個價就落到樓啦。如果唔使超薄咧，就呢、這個就可以咁樣配一套啦。O、okay， K， 明白。
明白。好啊，咁我呢一副咧，好似個框係貴少少嘅。係，呢只係純係咧，呢種咧係300几蚊嘅。係。佢係材料係比較靚嘅。嗯如果呢個咧加埋，如果度數咧係比較高，因為頭先驗過啦，呢個係400度。嗯。400度咧，要佢揀個薄啲嘅。嗯。呢個超超薄。好。超超薄咧係。正片打冷車咁樣，你加埋個鏡架咧，300几蚊。總之係咁樣。明白。係，你配出嚟咧就你咁樣就得啦，加埋個咁樣就。嗯 ，OK。但是我剛才有個麻煩的要求，因為我以前戴的那些就算是可能日本配都不便宜的那些，但因為它這些位置你知道的膠時間久了都是有那些綠鏽跡，所以剛才我都問了是不是可以有機會就是換這個做那個钛金屬。可以可以。這一副呢就是我們成員拿了副眼鏡上來直接就用同一個度數去配的，他選這個框呢就便宜一點的，如果不要超薄，即是你等近視可能200度啊、200多度那些，那你180元就落到樓了。有小華，我都見呢其實你們都有很多熟客呢特地過來捧你們場，知道你們上了來，其實你們那個以往的服務啊，可能令到客人都有那個即是比較好一點的感覺啦，因為剛才我們來了一段時間，其實剛剛又是有叫做舊客户帶了新客人嚟啦，跟住而家啱啱又有，係啦，我好多係熟客嚟嘅，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好多顧客咧都好認同佢呢度，即係包括小華啦，包括史光師啊等等嘅，嗱咁記得啦，上就係5樓嘅，係啦，咁如果啲老客户們啊，之前可能睇咗我哋影片過咗喺呢度配嘅，係上嚟五樓呢一度，好，唔該曬你啊，小華，唔使客氣，咁我大概係咯30分鐘，我哋飲杯咖啡，咁啊可以上嚟攞啦 ，OK， 唔該曬你啊，唔使客氣。啊，好快喎！咁啊，兩個眼鏡，OK 嗎？清楚嗎？我睇下嗰個左右屏一陣先。稍微高少少，但係即係啦 ，OK， 高啲啲嚇。即係成個係啦，鼻托嗰度可能要。阿太。咁順便咧，我哋睇睇啊。我哋成員阿的嗰副啦，咁我唔幫佢試戴啦，反正都好快就配好啦。而家好成個感覺都好銀色嘅，依度有少少綠。佢而家幫你換呢個，係好啊好，因為即刻換緊。順便高少少係嘛？我較高咗少少，等陣就幫你換咗好細緻啊！佢哋服務。如果大家之前有嚟過呢度驗眼等等，其實呢一位就是瑞哥驗眼師啦，視光師。咁啊，頭先我都係即係老花嗰啲咧，都係經呢位瑞哥視光師咧幫我驗證咗，係冇事嘅，即係暫時都唔需要話有老花鏡啊等等。唔該曬你哋，唔該曬你。呢個我就幫你。好。唔該曬你啊，小華。唔該曬你。O K。好。咁另外上次提過啦，呢一間眼鏡店咧都有好多嘅款式嘅。咁如果自己上到嚟嘅話，慢慢揀啦。有啲款式咧，其實佢可能都未必擺到出嚟，因為大家都知啦，如果優視眼鏡之前嘅店面咧係比較大嘅，所以可以擺到個款式比較多。咁今時今日咧，佢話已經將部分嘅一啲鏡框啊、一啲嘅款式咧係收埋咗。咁有需要嘅話咧，你都可以再叫佢攞出嚟睇睇嘅。今集咧关于呢个东门嘅中威眼镜城优视眼镜嘅介绍咧嚟到呢度啦，有咩意见发表，又或者有咩需要系帮手嘅，欢迎留言讲讲。我系紫荆第一汤，下条影片再见。大湾区自住投资边度好？揾自家兄弟帮手啦！无论系市场热话热卖靓盘、独家折扣，我哋都第一时间通知你。自家大湾区 V I P 睇楼安排，专车接送为你服务。快啲嚟我哋展销厅了解一下啦！追求美好生活，湾区首选自家兄弟。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